我都问他，他想聊就聊。那爸爸最近确实有一些绯闻，那你有去关心他吗？其实也没有哎、欸，就他的私生活啊，所以我就不太会去问很多问题。可以问一下胡诗安，就是这次演电影，爸爸有没有什么回馈啊？或者说你有跟他先讨论吗？看谁？他爸爸，爸爸喜欢看鬼片吗？对啊，他不喜欢。那不邀请爸爸？我有邀请他，但他还没回复。他已读我了，你说他不能要来包个一场吗？包个一场，他不要包场吗？跟包个一场，跟罗安姐一起包个一场。对啊。哦，没有，我自己有包一个场。那他不包场吗？对啊，他要包场。对，为什么他没包场、啊？我再问他，跟他一起换的。对啊，跟他一起换的。跟他说组委加码。组委加码。下面一位。还是爸最近太忙了，没有空。他最近好像心情不好，对，他心情不好，心情对，没有。那你们父子之间是有事情都会就是会跟对方说的吗？当然，嗯，所以你是每一次心情都报备这样子。不然他问我就跟他。那你会问他谈心之类的？谈心啊，吓我一跳，我就说爸，你最近有什么行程？我都问他，他想聊就聊。那爸爸最近确实有一些绯闻，那你有去关心他吗？其实也没有哎、欸，他的私生活啊，所以我就不太会去问很多问题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。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